吴总，吴总，你在装前面脸的时候，那个贴花，这个贴花一定要在装之前把它贴好，这两边的贴花一定要先贴，贴了过后，然后再开始装。你在装这个覆盖件的时候，一定要先装这个，装完这个，然后把这个骨架装好，然后装这个骨架，装了这根骨架，然后装这一个。1 2 3 4 5，这里有一根支撑架，你看一下，它是支撑这个前棚头的骨架的。然后下面有一根弯弯的梁，它是支撑，也是支撑前棚头的，装在下面，这边也是。在这个立管下面是有一个胶套的，记住哦。还有这里线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胶套把它缠住的。装这个玻璃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橡胶圈，这里也有个橡胶圈，白色的胶的橡胶圈，然后再打螺丝。然后这里面也是有一个橡胶圈，这里面装下面这一块前脸的时候，它有这种卡条，是把所有的全部都是卡完了的，是单独全部是卡完了的。这个是前面的那个大灯，打这个螺丝的时候，这里面都是有橡胶垫的，每一个黑色的橡胶垫全部都是有橡胶垫的，这些都没有，这些打的时候要轻一点。还有装这里的时候，这个铁罩是在外面的，这个是在里面的，然后这样压进去，要把里面的螺丝拧紧，所以说要先装这个，然后再装其他的，然后最后再装这个。然后装上面这个盒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这个和这个跟盒子组装好，把这个装上去，组装好过后，然后才把盒子一起放进去。还有装这个顶盖的时候，这个卡条，外面这个卡条，把所有的全部卡完，它在这个架子上面，整个架子上面，这里有两个接头，它是一个公的，一个母的接头，只有公的和母的才能配得上。你在装这个前面玻璃的时候啊，要先提前要卡一个胶条，这里看不清楚，这里都看得到。有一个大大的胶条，有一个很大的胶条，它是挡水用的。它两边有这个遮雨板，遮雨板的话，它是这个位置它是压在里面的，它是在里面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在里面的。